好，我是嘉哥蒋文，欢迎各位啊 ，Jordan 老师 ，Jordan， 欢迎各位热烈，我们今天日本 AV 隐形摄影贴现的记者发表会，也是我们品牌导入的发表会。那么今天呢，你也感受到现场浓浓的日本流行的美学哦，再加上我们的超级有限公司特别精心的剪辑这个影片，就是让各位先目睹为快，知道这个 AV Automatic Beauty 这个品牌它的产品。在日本已经造成一阵旋风啊，不管是日本的名模或是女明星，最爱用的就是 AB Automatic Beauty 这个品牌的产品，而特别的是它的隐形摄影的贴现哦，它有很重要的功能。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在日本的 cosmen 评价第一，而且连续48个礼拜销售排行榜 number one。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自然塑形，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不管是女性或男性，只要眼睛有。困扰的朋友们，就像我。那么重点呢，就是可以让你不管是大小眼或是内双，或是外或者是单眼皮，或者你眼皮有点下垂，或者预防你眼皮下垂，你都可以使用这个日本的 AB 隐形摄影贴现这样的产品来改善你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啊。那最主要是你在家里不需要任何的手术，也没有疼痛，你就可以为自己进行微整形。让你美得非常彻底，美得毫无痕迹，这是为什么我们日本 AB 隐形摄影贴现在日本会这么样红，这么样的这个流行啊。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我们的超级有限公司还特别准备了这个产品 AB 隐形摄影贴现的一个产品舞蹈秀，今天我们的神秘嘉宾也会在这舞蹈秀上出现，请各位有目共睹，认真的看一下他的眼睛，因为他有所谓的电眼女神之称。好，用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舞蹈秀。
Markio， 来来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各位长官，还有贵宾，还有媒体，大家好，我是 Markio， 你好。最近非常流行夜店女王嘛，这个店不是这个 store， 是这个眼神的这个电力，电力的电。女生最重要就是深邃的电眼。不管是白天晚上，我们男生看到就没办法忍住，你知道吗？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第一印象呢，就是要看眼睛。是。所以呢，我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参加 AV 隐形，就是塑眼贴现这个发表会。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方便。对，你也常推荐我们台湾，不管艺人啊，还有好朋友。很多追随你的 FB 的一些粉丝啊，你只要买什么，你用什么，你跟大家推荐，大家就都会去试用，对不对？对，而且在日本完全缺货，就是因为卖得太好。为什么它可以卖那么好？你自己使用或者心得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这样拉开，然后呢，就是因为之前就是用的就是贴片嘛，对，是用那个双眼皮贴，就是一整大块，然后呢，就是戴起来就非常明显，然后呢，闭眼睛就整个看到你的那个贴的东西，但是呢，这个隐形那个塑眼贴线的话呢，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对隐形的、自然的，完全闭起来完全看不到。然后呢，我觉得男生看到女生看到，就也就是你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那个大双眼皮跟大眼睛。对，白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得清楚嘛，像晚上我们到夜店，这灯光很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贴线。但是因为在夜店人很多，容易流汗，我就曾经看过女生。不是用这一款的啦，但是突然之间只眼皮怪怪的这样，对。因为那个双眼皮贴会掉下来到眼睛。对对对，我想它是流泪吗？怎么？对对对，但是就是很久很久，因为我有这个我有经验，然后呢，就是用了这个隐形双眼皮贴之后呢，我觉得哇塞，整个可以睡一整天，然后呢到晚上或者到早上，是，就完全不会掉，而且就是非常自然的大双眼皮。所以让你的眼部采光自然，而且长时间也不会让你脱落。初九状况出现，没错，这就是我们那边已经演这个贴线重点在里面了啊。没错没错，这是为什么的日系流行女王 Markio 推荐过很多的好朋友跟女明星使用这个，而且我也是被人家推荐的，因为我之前也就是贴那个双眼皮贴，对，然后呢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不自然，然后他说你应该要使用这个品牌 AB， 就是这个隐形塑眼贴线，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用，是因为它就是非常自然。然后呢，就女明星或是 model 或者拍杂志，就常常会看到他们在使用方法，而且会教你怎么用。然后我觉得就非常简单、很快速，可以变很自然的双眼皮。我们再次掌声鼓励，谢谢 Markio 给我们推荐以及分享他的使用心得。我们再次欢迎 Markio 来我们现场，也现在台上我们的 VIP 席先休息一下啊。那接下来马上我们要介绍，就是我们这一次啊，将这个日本这么流行的产品导入到我们台湾来，这家很棒的公司啊，对我们所有的美学都影响我们台湾的市场。我们欢迎我们的超级有限公司的林怡莹经理上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致辞说明。你好。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日本 AB 隐形塑眼贴线品牌导入记者会。本人仅代表超级公司全体同仁，感谢远道而来的日本厂商代表 Diorola 公司的 Group 社长、 Oyama 公司的 Seki 桑、 Oishi 桑，感谢日方对于本次发表会的支持与协助，另外也感谢 FG 团队的大力协助。在此也由衷感谢今日莅临的所有贵宾对于超喜公司长期以来的支持与鼓励。超喜公司自2008年以开价第一支韩国 BB 霜引爆全台美妆新风潮，缔造了傲人的佳绩，在2011年更再接再厉引进日本药妆美妆第一销售第一，并连续在日本 S Cosme 蝉联48周冠军的双冠王日本 AB 隐形塑眼贴线，期望能够为台湾造福台湾的众多女性需要想要塑造更美丽漂亮眼型的消费者，并期望能够延续日本的销售佳绩，成为台湾双眼皮贴界的第一品牌。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波隆莅临今日的盛会，感谢。再次谢谢我们的林经理，谢谢。那我们知道刚才林经理介绍了，我们的不是第一，
如果不是 Number One 的话，我们超级股份啊，超级有限公司是不会引进到我们台湾来，也让我们所有的喜欢美学的朋友们可以来使用日本最流行以及最夯的这个产品。现在呢，刚刚说过 Number One 台湾，那要跟 Number One 日本呢做个结合，所以先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的 AB Automatic Beauty 的演讲台帮我放在舞台中心，好不好？那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远从日本来我们台湾的石井康治社长，请上来我们支持。那社长今天特别带他的这个翻译来现场，以免大家听不懂他第一个演讲。我们请翻译小姐。台湾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日本から来ましたブルー&ピンクのハルク石井と言い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本日はお忙しいところ、また足場の悪いところ、当社の AB メディカルファイバーの台湾におけます発売記念セレモニーにお越し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